9月7日，香港嫩模卢彩玲举办20岁生日派对，特意穿上背心和短裙，小露事业线。吹蜡烛时，卢彩玲俯身，胸前春光乍泄。谈到生日愿望，卢彩玲希望转型成功，希望进军影视圈发展。然后，最近去客串了，那个《喜爱也不散》，就是，又是一个很。怎么说，就是自己的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突破，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咯。他怕不怕被定位？其实我就是希望，所以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拿到一个很好的角色，能发挥我自己的演技，所以就是要努力看自己这个给大家观众另外一面想给大家。早前周秀娜与花心男友陈伟成终于彻底分手，不久之后陈伟成与罗彩玲长照曝光，让陈伟成劈腿男称号坐实，而罗彩玲也备受小三指责。当提到陈伟成是否有送上生日祝福时，罗彩玲表示以工作为主。其实我自己现在就是比较在忙工作，爱情就是好像比我距离远一点，就是没有在真的在想去谈恋爱或是什么的，就是现在工作这些爱情的什么的是顺其自然了。现在王力宏花痴症在内地蔓延，罗彩玲自曝也是白衬衫控，非常想看到王力宏的白衬衫造型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